就这一边啊。窗户前面风景很好。你收拾的特干净，对，是刚刚那个白青山同学的，一看觉得哇，果然是女生，收拾的又漂亮又干净，也不是非常干净，挺干净。刚才是北京伞，北京伞，而且我们是突击检查对吧？我们是突击检查，都没有这么干净。哎，这里每年什么时候放假呢？夏天？七月十，七月中二十，七月底。下雪了，那一放假以后，夏天就不会再补课。有，哎，还有补课，还有补课。一个月，补到八月二十。七月二十补课的时候，你二十多就放假，到七月底吧。是补课七八天。补课。然后到八月份，从八月五号开始到这个。那只能休息五天。到八月二十四号。就是六天到七天。暑假只能休息六天到七天。啊，就是一个周吧。崩溃了，哇！接着这记性，我怎么叫狐狸？这老秘书。